黄卫国，你当我错干嘛呀？小心我撞飞你！大哥，这前面啊有碎瓶子，我怕这瓶子扎坏你的车，我扫一扫。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我们这车那是一般的车吗？就这几个烂瓶子还想拦我们？我还着急面试呢。起开！你，大姐，给。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你谁呀？你家住海边呀，管这么宽。这个大姐好心好意帮你们把碎玻璃扫起来，你们不但不懂得感恩，还出口伤人，你们两个有没有良心？良心？我需要你这个乡巴佬教我怎么做事吗？前面怎么回事啊？还不走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堵晕车了，咱赶紧走吧，面试迟到了。今天啊，算你走晕，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，再见你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大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姑娘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。不客气，大姐，我还着急面试呢，我先走了。你好，我们是来。你好，我们是过来面试的。原来您就是面试官呀？啊，刚才楼下那点事啊，都是误会。你好，你好。您这么大的领导还穿得这么低调，是来体察民情的吗？我不是面试官，我也是来面试的。什么？原来你不是面试官？脏死了！起开！你们不要太过分。过分？我看你这是咋回事？农村来的吧？哼，一身的汗味，你觉得会录用你吗？就是，穿得跟大妈似的。你跟我来一下。刚才我听他们说嫌弃你身上有味道，你拿着这个去试一试。开始面试。我先来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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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来的。停停停，这里是面试，不是菜市场。老板，先看我的。哎，硕士。我博士？什么博士硕士的？都给我出去！凭什么你让我们出去，我们就得出去啊？就是凭什么呀？我们公司招人主要看人品，你们两个虽然学历很高，但是人品太差。拿着你的简历，给我出去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是，我们走。脑海昏昏空空，若有若无，若心若动，多能看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不是来面试的吗？把你的简历给我看一看。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的，学历也没有他们两个高。没事儿，学历啊固然重要，但是我们公司招人主要看人品。你刚才在楼下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到了，你的人品非常不错，恭喜你，你被录用了。真的吗？谢谢老板，谢谢。